大家好，我是野生救援公益大使王一博。我们的生活中的塑料有90%只被使用了一次，丢弃的塑料要么被当作垃圾填埋，要么流入环境中，污染土壤、水和空气。减少一次性塑料污染，从自带水杯、餐具和环保袋开始，出门做个自带派。地球的生动源自你我的行动，我们都是地球的一员，我们都尽一员之力。是自带派，就拿上装备打个招呼吧。